这种污蔑的这种这种的方式，我是没办法接受，我必须要这边站出来，捍卫我们自己的清誉。学堂夜了，拄则上任，就乌白开钱，用公部主管过甲真享受。自美国代表朱大雷亲身出面跨海化冤枉，滥用公款啦、甚至自肥啦、贪污啦，非常恶意的不实的指控。然后用一个文件来影射一些很浮夸的，像800万台币，这个根本是一个天文数字，绝对没有这回事。指桑骂槐，然后一些似是而非的这种，绝对没有800万，也连八百 ，not even close。亚调的人指控一半当台开别800万，朱大雷骨头干讲啊真激动，强调绝对无这款数字。针对亚调的部分，伊嘛拢做澄清，亲像首先关系买家具拢是国家的门面，面层碰伊拢已经用20多年，公务车阁是超过使用年限，家己停售，绝对无趁机会去销售人的日常用品，有部分甚至讲是买互相抢红。朱大雷强调，伊绝对会当接受公平，但是对伊个太太真格污蔑，伊无法度接受。驻外工作做了超过三十五年啊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跟我太太是什么样的这个为人处事？我想可以公平，我绝对不接受对我个人跟对我太太这种人格上的这种污蔑。朱大雷批评，这不仅伤害一个人，更是对驻美国代表处的打击。其实也对我们驻美代表处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啊！这日以继夜的、长时间的在经营我们这个台美关系，在非常辛苦的，还有这种人在扯后腿，是让我们真的让我个人非常心痛。副总统，我跟他之间，其实有什么业务联系，我们也都很这个畅通。所以我觉得是在刻意制造一种假象，说好像我跟国内的长官不合。总统怎么看于大雷以你名义采买东西这件事？总统知情吗？听到问题，小比琴跟他笑笑无回应。在外交体系属于大比帮的朱大雷，这个和体系内底压调、外界分析、甲部内斗争、政治考虑有关系。一大动作自称，也希望外交部详细调查，行以清白。美讯新闻，美国台北综合报道。更多精彩的新闻，请下载 APP 来看《民视新闻网》。